狮子连续的飞行，啊，然后呢，一个壁虎功。好的，掌声鼓励。狮子一上山，横冲直撞，连续的飞跃，现在来到了一处小山丘的位置，停下了脚步。好了，狮子讲究的是动静筋以猛，有动态也有动静态。好了，狮子上短暂的停留，望向前方，连绵不断的山峰。好的，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狮子。物呢？狮子回头一看，看着刚刚走过的路，哇，非常的惊险。狮子现在呢到了寻亲的阶段，而行狮以武术的步行基础，所以呢处处呢都讲究马步，腰马合一，才能展现狮子真正的功架。远远的望去，看到最高的山顶位置还有一个落脚点，而狮子有四只脚，它要怎么样过去呢？狮子的彩雾会不会就在最高的山峰？
就在半山腰的悬崖下方，狮子俯身成功踩青。而接下来呢，有请第一位挂头彩的这位游客，出来接取这份吉祥如意的彩头。有请这位游客。